台湾开唱，南韩女子天团 BLACKPINK 人气爆棚，近期全员续约之外，根据2023韩团巡回演唱会收益统计出炉， BLACKPINK 今年巡演共赚近1亿4800万美元，约46亿元台币夺冠，傲视群雄，紧追在后的是他。已经入伍的防弹少年团 BTS 成员 Suga 以5700万美元，约17.8亿元台币，光靠个人巡回演出收入就稳坐亚军。来是由台湾成员周子瑜的大势女团 TWICE 以5400万美元，约16.5亿台币排名第三。而 TWICE 不仅红遍亚洲，近年也积极往欧美海外发展。周子瑜的讨论度爆表，由于 TWICE 在欧美粉丝量庞大，近日官方还决定将于洛杉矶加开演唱会场次，粉丝嗨翻。韩流持续发威，重量级韩团吸金又吸金。三立新闻陈柏报道。